解放那年是大年初二解的放，三十晚上没有饭吃。街坊给碗了小米儿，碗了一碗小米儿，熬的粥。这还早。你天安门你这么路过，天安门是这样的，坐北朝南的，知道吧？毛主席跟那儿这么检阅。领导各方面他都是咱们的领导在那站着，咱们是解东往西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坐着彩车上，你不说瞧那儿了，你自个还得瞧自个儿了。你不仅你甭说你练，你掉下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那时候就是，思想也有压力，这经济上也有压力，我这不那心里不太松心吧，就是紧绷点儿那意思，现在这些年来你能看出来一步一个脚印，虽然遇见这个样那样的风风坎坎是属于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哪有那么太平的太平盛世，没有太平盛世呢，是靠国家强大了，对吧，支撑才能太平盛世，对不对？老百姓就盼着自己的国家，国家就是家嘛，家强盛，那说实在日子才好过才踏实。